这个道俗无法统一，你无法入一真法界。很多人都啊，你世间人都是拢安尼啦，卖跟我讲，这个是你世间人，我出世间，是不是？这是道俗不能统一啊。那有的人说啊，咱就是爱安尼，咱既然在世间，咱就是爱安尼做，讲来讲去，怂拼拼，就在世间的俗嘛。你要不就在道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切割，我道你俗。一方面要自己投怀送抱啊，咱就是爱安尼，就入俗了。其实内心是真的明白，跟真的无是非，跟真的很自然的这样去一道俗呢。修行人常常有看到这种景象，对不对？不食人间烟火，怕解卡丘，那些要用卫星做啦。吃不吃是一回事，你用的还在世间，但不是在讲说这个相状或是这个物质，其实都不是，而是在讲你内心的矛盾跟对立，对不对？那你有小智的人，你一定有智的范围跟智的内容吗？这是你坚持的，这是你想要的，这是你的范围，这叫小智，自然会把你给绑在你所认同的世界中。但是要了解大觉在乎旷照，知之不尽，则未可以摄中途明二际。一样啊，你真正开示悟入佛之知见。这里面呢是无穷无尽的，那有的有些时候我们只懂得一滴呀，就一滴浅尝一滴，在这里面就是小智嘛。如果是这样，未可以摄中途明二际，你就不能够真正进入到中道，也不能够在长段两。边呢能所这对立当中消融消泯掉。道俗之不移，二际之不泯，菩萨之忧也。所以菩萨你要自己去明白，强调的菩萨道，如果你道俗不一啊，也就是不移啊，有无啊，对立不能泯，你怎么可能证菩萨的自在解脱？不可能啊！这个是僧瑞的中论序啊，在集藏啊，集藏他对于这个中论、中观论书，他有书，其实对于前面这几句，他也有解释。他说二乘人呢、了知生灭。还在生灭中，知道一切无生，但是比宁于这个菩萨的大觉旷照，其实还差远呢，是不是？还差远呢。二乘人得人空，不得法空嘛。大乘人具得二空，才叫旷照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坚持着什么法跟什么法，内心啊，就内心有那知见啊、想法等等这些，这个时候其实也是要去看到自己不知道自性空跟自相空，要知道自性空跟自相空，才能旷照。修行有些时候我们必须使用一些道理去解析一些人事物，但这些道理跟解释其实是锁在自己所认知的这些知见里面。等你在看的这些的时候，不要被自己所解释出来的这个东西给绑住了，你要知道这只是
碍于自己的小智小慧，只能解析在这样的程度。比邻于佛的慧日啊，我们可能是一烛光五烛光，对不对？这样就比较不会起这个共高我慢高慢之心啊，修行也能踏实，要能所有的一切啊旷照而无得呢，而寂然呢，全部饱满而无相呢，这就是佛要告诉我们的嘛。同学这样会不会深受打击？不会啦哈，在知道原来自己的路还有一段距离，但这个距离却不用担心，因为只要我们用正确的态度来看生命的每一个相状，那对于你所认知解释出来的这些东西都能够还是清净的，清净去看这一切，最后不留在任何一处，那慢慢的就能懂得无所得。所谓无所得，就是体悟无相之真理，真的一切无相啊！你要体悟，这所有是一切是无相的，内心无所执着，也无所分别。诸法均由因缘所生，本无自性。因为无自性，所以没有决定的相可得，称为无所得。今天当然都是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来给同学解释啊。这个《大智度论》里面讲，诸法实相中受决定相不可得故，名无所得。又菩萨永断一切生死，出离三界，住于一切智，乃无所得大乘之智极，故菩萨亦称无所得。菩萨的名号其实就叫无所得。菩萨的名号不是有所得。北本的《大波涅槃经》里面讲，有所得者名生死轮，一切凡夫轮回生死，故有所见。菩萨永断一切生死，是故菩萨名无所得。那凡夫呢，就是有所得，有所得，有就是有生死嘛，他还在生死轮，你可能就是道，要不就俗。有时候我们会看到道俗道俗这样子跑来跑去，你心中无法真的无为啊，真的无漏啊，这一念呢，一念之间还有太多的有无嘛，否认跟认同，就所谓以现实的话，就否认跟认同而已。在《大乘起信论》里面讲啊，诸佛如来离于见相，无所不变，心真实故，即是诸法之性，自体显照一切妄法，有大智用，无量方便，随诸众生所应得解，皆能开示种种法义，是故得名一切种智。所以佛得一切种智，自体显照一切妄法，然后这个智慧在讲它的用，而它的用是无量的方便，现前一切随众生相应而得其解，所以这才是一切种智，就能开示种种法义。就像上个礼拜我们不是举一个例嘛，所以有一个老爹瞥见空性啊，就每天跟儿子家里人说着空的道理呀、啊，跟空的体会，你都爱安诺安诺都安诺。听了100遍会背了还不会用，儿子跟他说，你用
我懂得的，我的办法说给我，不要说你的办法。佛是说相应于众生给我们的办法，不是要强调他的办法。佛已成佛，他不用强调他的办法。所有我们需要的办法，佛都走过，所以佛都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用哪一种办法。但他不会强调他的才是办法。那我们一般人都会有自己的才是办法，别人的不是办法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好多好多法有所得，这个就是内心的一种有，内心的一种有，他没有办法无得。所谓的得，就是最后有答案呢、啊。那最后到底有没有答案？我们修行最后到底有没有答案？有没有答案？我们总要知道修行要有答案啊，那我才修下去照给单。修行到底有没有答案？有答案，那个答案就是最后没有答案，对不对？真的啊，就是有答案呢、啊，这最后没有答案，不需要答案，你已经不存在这有答案跟没答案了。那以天台宗，他教我们空观、假观跟中观嘛。如果我们要用空观呢，无智亦无得，所有一切先回到无德，归零，就空观嘛。假观就是不再注意我，不再注意个人的体德，而在这所有一切看到妙，对不对？就能看到妙有，不执着于空的道理，这个时候就法空。那中观呢，就中道实相，就是实相随缘复感嘛，所有一切有也是空，无也是空啊，啊这个妙有也是空，在这里面呢，是一种用，是一种用。那当下也是无无明啊，当下是不是就无无明？以无无明的角度而言，也不用再讲观与不观。那我们众生呢，在这修行的过程，略略的在里面呢，开始的听经闻法之后，法喜充满啊，修行到突破了某一点，当然会有欢喜啊，对于自己的清安啊等等的这些啊，所以修行里面得力啊，如果能够恒常的在生命的行住坐卧当中恒常如此，那就是得道的基础样子。大家小心相似，相似这个东西没有逆境啊，没有承担，这些是管用啊，好用啊，好用。但如果真正回小向大发菩提心，生命里不是看到逆，他不是看到逆境那种痛苦，他是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对不对？观自在，这个时候就回到观自在，他不是在讲观世音菩萨，他就是观自在，而自己呢，是要圆满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菩萨，照见五蕴皆空，是旷照。旷照，有些时候我们旷照，不讲旷照，照见自己的五蕴能不能空比较好把握，
有些时候是照见别人的五蕴空不空，不好把握。别人不空，那你空，不相应，也是自在，这是观己自在。那如果呢，照见自己的五蕴皆空，也照见他人的五蕴实相是般若空，如何能在别人的般若，在别人的五蕴中自在？你会不会受其色受想跟行来产生你的色，会产生你的受，会不会？都会拔掉啊，叫做恩亲在住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那会拔不掉，爱就自在啊，就点了一条无形的线，绑一下松套。解套，松一下，解，绑一下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没有办法证得常乐我净。那佛在告诉我们，然后观自在菩萨告诉我们，照见五蕴皆空，这基础点呢、啊，度一切苦厄，苦当然先指自己。啊，度一切苦厄，是不是 OK 啦？照见五蕴不空。给予办法度他的苦厄，但是不负责任，不需要负责。我们常常就是，我需要为你的生命负责，假想的我相，众生没有那么在乎你的啦，他不那么在乎我，没有关系。可是我知道，他五蕴可以空，他可以照见，跟我一样。我愿意提供这个办法，帮助他照见他的五蕴皆空，而度他的苦厄。所以我们以为自己的重要性，常常会让自己在某一个点上面有所得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自己的重要性，因为这是因缘中呈现的应该圆满的部分。那么回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都是现在事。以现在事而言，无智亦无德，无无明，意思都是一样的。同学，这样有没有很清楚？那我们讲啊，在《心经》里面的无智亦无德，并不是指二乘人。所以呢，这句是要破全教菩萨的法相，因为相似啊，相似般若，并不是真的自在。在修行过程里面，都会有这些体会。而菩萨呢，他看到自己是不是常乐我净，就是从五蕴里检核，既有五蕴，即有四谛法嘛。那五蕴与四谛法这里面，能够空而忘诸所有，也不自觉说这是智，这个才是这句无智它的意思。那既然到了这种境界，整个修行的道也没有道的相状了，道没有固定的一个相状，所以一切里面就无所见而无所得。如果能够入这样的真空无相，人法双忘，要求一个智，要求一个德，其实也茫茫然，就是不可得。我们讲修行啊，世间出世间啊，事出世间，开始在世间里用道来出世间，
最后是事出世间，在世间而是出世间，是无漏跟无为跟内心的极然极静，那不是随便的一个刹那可以这样去解释的。有的人修行会有刹那的体悟，然后这刹那体悟并不代表你这稳定跟永远的相撞，但是常常这个体悟却非常的重要，会讲你得你正，这上面这个经验是非常重要。所以所谓智啊跟德都是在讲非常重要的这个刹那，但真正它恒常的就是超越，也就是超越你这个德的体会跟你智的以为。所以无智亦无德，就是超越了你的智慧的范畴，也就是小智啊，跟超越了你所得心，这样才能够真的成为菩萨，因为那个达到旷照。那佛呢，是得证解脱之后才有佛智，就解脱智。那后得智啊，其实就是在讲菩萨从因地，我们刚刚讲啊，归零啊，从因地之后呢，有知道觉咯，是不是知道觉？然后要行，觉，然后要行，所以菩萨行圆满，他这个过程会发生五种化他的智慧，也就是你慢慢慢慢这样行的时候，就会得这个智慧。其实没有走到那里，你就是没有那个经验跟智慧。你有走到那里，你真的有度化众生，你才有那个经验跟智慧。这真的是这样。有的人你以为的以为都不是真的，那个就是有你想象的空间，跟你拟定的办法。其实万法只是因缘呢，它成住坏空，身住意念，这所有的相应于因缘现象啊，点点滴滴，这些都不是你可以用什么样的规矩去把它放成一定的形式，都不是在做导护啊，一块一块切了嘟嘟好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。所以有八万四千法门是流出来给众生的。那菩萨呢，在圆满行的时候所起的五种化他智慧，第一个叫通达智，欲见之境，得以自在，得知之智，也就是众生的这个状态，你可以了达，你可以明白，你可以通达。我们一般来讲，就是修行里面就像有一块毛玻璃在前面呢，就看得到模模糊糊，干那安呢，就看不清楚，就相似嘛。还有的时候，这个毛玻璃已经不毛了，这透明玻璃，他看得，我看得很清楚，我看得很明白，可是自己没有办法产生那个渗透力，就帮助众生实时接触，所以才隔了一层玻璃。你说你看得懂，而想象中你的明白却不能帮忙他，就不能行啊，因为玻璃把你挡住了，那个叫没有愿力。所以菩萨欲见之境，得以自在得知之智，可以通达。第二个叫随念智，于前观心中了知诸法实相，虽出观后亦得一持不忘之智，就是对前面你看不明白的，这样看明白，你诸法实相了解，然后知道的时候，你也一直不忘的知道这件事该去帮他，这件事该怎么办。可是他有时间空间的条件，
有些时候像我们修行，有些时候有一个小麻烦，就是记忆力失掉了，都不记得了。自己刚刚一念想说去倒杯水来喝，走向倒水的地方，走一半，有人叫你，什么事？讲完了之后，你就站在杵在那里，我这个喜欢冲啥？是不是这样？对自己呀、自我很容易忘记的啦，就是上面就很自然就空，但对众生不一样。修行人是这样啊，凡夫重在己，凡夫所有一切都重在己。那修行人要从我执着放淡放淡放点放淡，那你修行到菩萨的时候呢，是自然忘我无我啦、所以像这些个别的条件等这些很不会记得，可是对众生的苦还没完成的他的这个相状却一直不忘。就了解之后，他会知道要去把这件事做完，这就是菩萨。但是对于帮助众生的这个办法却没有固定设定的形式，才不会有法执啊，对不对？那第三个叫安立智，了知之诸法境界，能立正教，使他人修行之智，也就是安住，让他进入了这个道法里面，这了知众生的境界，然后帮助他修行，这个也不是很容易办得到的，这非常不容易。你家里有十个人，可能你要试验过100个办法，99个失败，所有的人都还没有真正有正确拿捏好他修行的办法。偶尔被你介绍的佛这个办法，偶尔被使用，接纳而使用，试用看看，对不对？因为菩萨了知这个办法，立起正教，正确的教导，如法如律的，要帮助他的时候，还必须在因缘法里面。所以有的众生他要历经多久他才真的进入修行，就如同自己的历史一般呢、如同自己的历史啊，你可能曾经有很精进的一段，有可能就是跑出去流浪的一段，然后现在呢是精进跟流浪交叠，就剩心理啦。以前可能是行为声跟口，那现在可能是意念里面的精进跟流浪，回光返照。你看你自己的来时路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懂得佛陀的慈悲，而相应找到自己的法门。所以安立智它是有这个智慧，但这个因缘时间空间却还是众生的因缘。如果可以压缩因缘时间空间的话，阿难就不会等到世尊入灭之后才开悟，这很容易讲了解嘛。第四个叫和合智，就是以德的智慧观察诸法和合之境，转一切烦恼为菩提之智，也就是会把所有的一切的万法诸法和合的相状，它的因缘等等统合来转一切的烦恼为菩提。它不是单一的一个切面撒出去这样就好了，不是这样。你要处理一件事情到达圆满，其实它不是只是一个角度而已。你要让你全家吃素，是不是只有我明仔不要买车这样而已？不是这样哦，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它必须有很多很多重的
方便善巧，很多的理论，很多你的圆融的点点滴滴，你要带家里人说以后都跟着我一起去共修，那也要经过好多好多的重重叠叠的因缘说服，可能你比较自在的，你修行里面比较得力的一些展现说服。那菩萨在观察诸法和合的时候，自己不会在这上面有所烦恼。你家里人渡不起来，烦不烦恼？烦不烦恼？我们可以骂你罗汉吗？如果你从来没试过，没想过，那真的叫罗汉。如果你试过，你想过，继续在努力中，但不烦恼，你叫菩萨，对不对？请问你是罗汉还菩萨？就不一样啊！菩萨有得厚德智，罗汉没有这个智，他没有和合智。所以就像有人吵架，甩头就走，哈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因为你有道，你有不谋，对不对？但世尊教导我们没有对立嘛，那你内心还有想法的时候，就叫忍，对不对？就叫忍，法忍、安忍、法忍。生人都是人，那当你都没有这些的时候，叫无生法人。这个上面都是和合智，菩萨就有和合智。最后呢，菩萨得如意智，于自己所欲之一切事，能得自在随意之智。所有该怎么样的，应该去完成的，所有你都能自在而随需要的这些去完成它，也就任运自如啦。这非常不容易，是不是？有些时候哪是自己想的，它必须加上时间空间，所有的一切的因缘。那在这里面呢，点点滴滴往前的因缘，这个深住意念的时候，其实你也不会在里面有动荡。有些时候我们会看有些人把答案说得太早，把答案说得太快，把评估做得很绝对，其实不是懦弱。菩萨在看这些，不是懦弱，而是慈悲。那我们众生在时间空间的条件压迫里面，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，也是想要达到什么样什么样的。那这上面就是不能够得自在随意之智。那修行有好多好多的不一样的过程，在每个人在承担与放下当中，是一切无相，那就是菩萨了。法是无定法，那这个空有好几种空啊，凡夫破五蕴，所以叫五蕴皆空，他其实把五蕴空掉。照见五蕴皆空，从凡夫出发，其实自我的五蕴。刚有介绍到他人的五蕴，那是以菩萨的角度来看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心经来讲，它的空有分好几个层次。第一个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如果以个人的修为而言，那是从凡夫地出发，而第一个碰到人我空。那如果十二因缘呢，四谛这些都能够有所体会，然后不执着这个法，就是无苦集灭道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
这是法空，这就法空了。那讲到真正要讲的空，是在讲智跟德的空。如果你有智跟德，这就是菩萨的有啦。那如果能破这个菩萨法，才能够达到佛果，真正的毕竟空。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了解下一段经文：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那这一段经文其实一定是连接上一句，叫无智亦无德。在修行的过程，因为凡夫在一种执着的状态，所有生命的经验，不管是好的坏的，都有他认为有意义的点，所以这在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，或是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事实，都会让自己抓着内心的一些想思想，或是生命的一些感受而不肯放弃。如果放弃，就怕从此之后自己是一个无智能的动物，这就是所谓个别存在的定义。那修行人发现这些个别存在的东西呢，所谓有的没的，杂杂染染，这个包袱好重啊，就是有了某一种标准，所以常常会在较量当中失去了平衡感。那个东西呢，其实都是因为有一个假想的标准值，那个就是智，那也就是把握不肯放的一种掌握。那上一次我们在讲到所有一切归零，是在从杂染中回到清净中，以清净中重开发的时候，一定生命有一些体会，而这些体会其实就是为了要化解原来的错。所以在对与错、是与非上面，其实是在寻找一个所谓何谓正确。在寻找正确的过程，难免有颠簸来去，那这些都是为了要了解它的毕竟实相。所以呢，因为慢慢的对于生命的点点滴滴有了一种重洗牌的样子，也就是丢掉，然后用正确的去看它。那这些呢，这个筛选洗牌的过程里面，还是有很多所谓境界。那这些境界呢，事实上你真的要把握它是永远的存在呢，还是如何？其实修行人只要小小一点经验之后都知道，那个是求不得，那是不可能存在的。那经论里面有讲到，菩萨以四种法门推求诸法而不可得，也就是真正你发心，你发菩提心，你要圆满你生命的开发，你要完成你生命应该完成的点点滴滴，你要解套所有绑着的那些关系法，都知道必须要有心理上的建设，再来是行为上的这种运作，把它圆满。所以呢，这叫理事都要圆融。而在这个理事要运作圆融它的时候，自然会在这个标准上面定了一个所谓理想的东西。但是这理想的东西并不尽然如自己所期待。所以菩萨在修行的过程，从世俗心一直转到出世间，自然回到原点，也就是归零的时候，其实他一定会证得空性。这个空性就是从世俗的五蕴里面去体会到一个空，但这个空还是属偏空啊，
就认为说这与五蕴的躁动啊，这些是自我意识，但是不动意识又没办法去圆满所有原来就是绑着的那些烦恼相状，所以总是会在这里面看着诸佛菩萨的智慧，看着自在，而有了自己一番推求的思维。那这些思维呢，根据大乘庄严论，大乘庄严经论 里面有讲到功德品，他讲到名求不得，也就是我们在看所有的物品，不管是可描述的，或是精神层次的情绪的表达，所谓这些爱恨情仇，这些只要是名就是假名。如果指物品的话，只要这个物都给予一个可共沟通的假名代号，所以如果有一物则有一名，那再用这个去推往前推，物是主体，名为客体，这个名啊是这个物的代号，所以名既为客体则是假名，所以以名来推求这个物的实义了不可得。那我们众生呢，其实对于名的这个东西都是局限在自己的语言跟文字啊，比如说这个东西叫什么，叫什么麦克风，英文叫 microphone， 对不对？哦，很接近啦，是非常的接近。然后如果说我们这个书本，我们中文叫什么，就书本或经书，那如果英文的话它的代号叫 book， 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东西我们中国人，我叫什么，我就每个人就叫我啊，英文呢、啊、它有分呢、啊、I 跟 me， I 是主格， me 是受格，所以它的代名是不是都是假名？所以这上面呢，真正你在修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所有东西啊，这是假名啊。所以这个假名是个代号，求这个名啊，就要看这个名字，其实它不一定能就是等同那个物，完全是不行的。如果你看到火，我们中国人看到火就知道是火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英文叫什么？叫 fire， 对不对？把老板炒鱿鱼了也叫 fire， 是吧？不是自己被炒鱿鱼啊，有的人就是我把我们老板给 fire 了，所以这上面都是假名啊。那我们说我火大了，就表示呢，我里面有一股就是不好的负面的情绪喷张，这叫火大了。那与外界的物的火大了，那它当然是有某种热度，可熟，把所有的东西给烧掉，焚毁或是熟了。所以这上面呢，名不可得，你光这个名字，它必须加上你的理解性，对不对？而你理解性绝对，你说我火大了，你火大是你火大，没有人真能进入你内心的那种感受的火大，除非你也用你的火来燃我的火，你的五蕴来烧我的五蕴，才知道火大。而且这个火大的层次跟那个分量浓度也各个不同，对不对？所以推求这个名不可得，菩萨知道这个名不可得，众生绑在自己的这个价值啊、思维啊、语言文字的框框里面，其实这些不可得啊。那第二个不可得讲的是物求不得啊，物求不得，就是物是事物，事跟物。如果有物体，那如果没有名称，这个物就不能自显。比如说我要给你一个什么东西，你麻烦你明天帮我带一个什么东西来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假名，这个物给予一个名字来代表它，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沟通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物是事物，所以有物体，如果没有名称，物就不能自显。以此推之，名是主体，物是客体。
物即是客体，故意成虚假。所以如果说我们以物的角度来看，这个名就是假，以名为主来看，物就是假，物就是虚假，对不对？以这样来看，所以这是求不得的。有的人呢，他说麻烦你明天帮我带，比如打比方，你明天帮我带一份早餐，那你给予的早餐它的空间就很大啦，就可以吃下去，在早上吃都可以叫早餐。早餐是没有定义的，早餐只是在讲早上的餐点。可是你在你认知点里面，早餐是什么东西呢？其实你会排列，你会排列三明治加一杯咖啡，或是烧饼油条加一杯豆浆，或是一碗麦片粥，甚至一碗 cold day 油米索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个人在这个物与名的理解上面，你慢慢去看，以这个名为代号跟物上面，其实它有很多很多众生在思维里面的主客观的一种认知点，所以一切都求不得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具体去说。你可以说请你帮我带一份早餐，他说什么样的早餐，你说烧饼油条加什么豆浆或咖啡，比如第二天他早上给你买来的烧饼油条咖啡牛奶这个都很吻合，对不对？但是呢是所谓不热的不热的烧饼油条很难拉开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有可能一杯这个不加糖的咖啡牛奶或是什么样的口味。而这里面呢，众生真的要求我要表达的那个东西可以拿得到吗？现在带到这里，你真的表达你要的东西拿得到吗？你那个满意度拿得到吗？刚刚好吗？那个物你要的那个咖啡牛奶是哪一家的呢？或是咖啡豆浆，或是你的烧饼油条一定要转角的哪一家，而且几度呢？热度如何呢？它的酥脆如何呢？其实完全不可得，完全是不可得。它的物象上看起来是吻合，可是它所有满意于你想表达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。那天有听到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小朋友因为非常的饥饿，那他的家人呢就随便的去找一碗素灶饭给他吃他就吃得好开心，他就说阿嬷阿嬷我哪不吃过这素灶饭这么好吃。这个小孩小学一年级而已，而第二天呢，这个阿嬷就想说哎呦，这个公孙的都爱吃这素灶饭，又去买一碗素灶饭给他吃。他说哎，阿嬷哪会这么难吃，你看一碗素灶饭哪会不好吃，他说你昨天不是说得很好吃，物不可得，感觉不可得，你要的东西不可得，你自己的状态你都不知道，你能掌握吗？素灶饭没有错，没有不一样，还是那家店出来。当然昨天那锅米跟今天这锅米不是同，不可能不同一块田种出来的，没错。昨天的电锅跟今天的电锅压上去的时间或许不一样，水放的多与少差异一点点，但是所有你那个个人的感觉，那个物品跟你的连结性，所有的一切完全无法掌控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说奇怪，怎么不好吃，怎么不好吃，这个上面就是要了解自信求不得。就是名跟物虽然各自有自体的本性，然推求名之自信及物之自信，则唯有虚假之名，皆无真实之意，所以自信求不得。所有的一切都这样。第四叫差别求不得，名跟物各有差别之相，若一一分别推求，则悉归于空，皆不可得。所以你每一刻你都在变异，所有的外界的一切也都不一样，它的因缘，它的所有的一切都不一样。所以虽是物然后事实上你会知道这个名跟物之间的关系，所有的一切
皆了不可得。菩萨就是这样推求所有，所以他知道空的定义，也就是一切都是回到空的。那我们众生呢，在智慧的所得里面呢，其实修行人自己都很明白，原来不知道，现在知道，就只是知道而已。如果你一直把握的你知道的这个东西，它很快就会让你变了形，走了样，因为这个东西会绑住你啊，绑住你的认知点。你原来从错误的认知，而现在要修正你错误的认知，它只是一个修正的过程。修正的过程，这个比值为重，而前面的那个认知点为定义为错，也就是从有漏的烦恼进入到无漏的真知灼见。像这些呢，如果你有漏亦存，无漏亦存，两个一定会有所谓矛盾之说。那